今天是2023年5月16日，星期二。视频的开头先说两个小消息。第一个消息是，根据网传，周深将会演唱动画《斗罗大陆二之绝世唐门》的 OST 主题曲，一首新歌值得期待。第二个消息是，东方风云榜金曲之战2023年第一季度票选第二阶段晋级名单已经出炉，周深的歌曲《人间星河》成功入围。接下来将会到最后阶段，有条件的小伙伴可以去助力一下。不过根据小编所知，这个金曲之战的投票还是有点门槛的。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过去的整个四月份周深在海外的热度趋势。首先，如果先看周深这片的话，中文周深和英文周深在四月份有两个制高点，一个是4月17日，另一个是4月23日。4月17日左右，主要是周深在家乡贵州录制《奔跑吧》，而在网络上引发热议。同时，当时网络上还爆出了周深参加上海魔都制造音乐节的时间表，时间表上是50分钟，但是实际上却足足有1个多小时。而4月23日左右，网络上公布六公主即将发布，之后的高影响力基本上都是由 Heart of Peace 引发的。在美国，四月份最受欢迎的州是加州。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全球范围，整个四月最热的还是六公主发布和奔跑吧播出或路透两件事情。除了大中华地区，周深在全球范围最热的地区排名是新加坡、马来西亚、加拿大、澳大利亚、越南和新西兰。对此你有什么看法呢？欢迎留言评论，同时欢迎订阅我们，每日都有精彩更新。